先天八卦其实啊一直都存在，图形与后天八卦正好相反而已。以此类推，传说中红军老祖收的并不是先天八卦的图形，而是推演的法门。野上侃侃而谈，后天八卦已经奥妙无穷，能形成八八六十四卦，如果不懂推演法门，根本无从下手。所谓学道术先学八卦，学八卦先学口诀，这是道门常识。先天八卦比后天八卦的衍生艺术还要多出无穷变化，不懂演算规则根本没法学习。古往今来，很多道门奇才都尝试推演出先天八卦口诀，结果都失败了。叶小萌听罢怔怔地看着他，连少阳哥你也破解不了吗？叶少挠了挠头，哈，你还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就试过一次，发现这是人类达不到的极限，立刻就放弃了。叶小萌又说道，连少阳哥你都参不透，那肯定没人能参透了。不过少阳哥，这石像上刻着先天八卦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先天八卦的口诀不成？肯定不是，我感觉是一种暗示。叶少阳手托下巴想着想说道，这衣服褶皱做得很逼真，如果不是道界高人根本注意不到这是先天八卦，可能这就是一块试金石，如果你能看懂，你才能注意到下一步。叶少阳用手指指了指束腰带的中间说道，这里是先天八卦的道文汇集之处，你们看出来没有？大伙立刻凑上前观察。小马说道，不就是个腰带扣吗？中间有个方形缺口，古人用的很多玉带什么的不都是这样吗？当然我是从电视剧里看的。叶少点了点头说道，你说的没错，腰带中间就是有个方形缺口，看上去很自然，但是你看这缺口是不是恰好能放进什么东西？大家面面相觑，不明所以。叶少伸手到内衣兜里摸出天师牌说道，例如这个，将天师牌扣进方形缺口，结果纹丝不漏，完全契合。叶少阳的心情立刻激动起来，自己的推测完全正确，石像的机关就是用天师牌来打开，这件事反过来想很是自然。天师牌本来就是叶法善的东西，又象征着叶家道法传承，只有用它才能打开机关，得到某种家族和师门的传承。那是什么呢？天师牌卡进缺口之后，仿佛激发了某种机关，发出咔嚓一声，然后上面的树叶图案亮起了一道金光，逐渐布满石像全身，上下流动越来越高，刺的人睁不开眼。叶成感受到一股强大的罡气自石像内部徐徐散发出来，千年之前的石像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强大威力。那先天八卦道纹突然亮起来，然后不断凑着各种图形旋转伸缩。叶少阳当场震惊，自己到底还是小看叶法善了。这先天八卦不光是一种提示，而是真的存在，并且运用在了机关上，心中大骇，难道叶法善真的参透天机，得到了先天八卦的推演法门？虽然自己一向知道叶法善很牛逼，但是真的可以牛逼到这个程度？叶少阳跪倒在地，怀着敬畏的心情对着石像磕头，等抬起头来发现天师牌从石像上掉落，再掉在自己面前，起身捡起，再看石像，虽然金光消失，但是那股罡气却是充斥着周围的空间。咔嚓，石像手指张开，书卷掉落，被叶少阳接住。成功了！小马兴奋大叫，小叶子牛逼啊，快看看这书上写的是什么，没准是葵花宝典。叶少阳翻了个白眼，比喻都不会打，葵花宝典你练过？
小马嘿嘿一笑，急得直搓手，你快翻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，快快。叶裳手捧书卷苦笑道，翻不开。小马惊道，为什么翻不开？叶裳把书卷递到他面前，玉石做的，你翻开给我看看。大伙争着一个个凑上来看，这块玉石虽然雕刻成书卷模样，看上去惟妙惟肖，连每一页书页的边角都能摸清，但是毕竟石头做的，谁能把石头翻开？那还真是有假了。不然砸开试试，小马试探道，没准真的书在里头呢。绝不能，万一摔坏了，上哪儿再弄第二个？叶白厉声反驳道，上前查看叶少阳手中的石书，翻来覆去看了一遍，没有什么机关之类的。想了想，对叶少阳说道，大侄子，先祖把这个东西藏在石像里，并且用什么先天八卦做机关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就算一时打不开，回头慢慢琢磨，肯定能有办法的。叶爽点了点头，叶白说的也是他的想法，反正这玩意儿在自己身上，回去慢慢研究就是了。心想实在不行就拿着他去找师傅想办法。在石像上检查了一遍，没有新的发现，叶爽招呼大家离开，还有别的事儿要办，不能老在这儿待着。叶爽对着石像一坐到底，起身凝视着石像的脸，沉默良久，微笑起来说道，谢先祖赏赐了，拿了你天师牌和天书，这又拿了一卷不知道什么书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一定不会像你那样牛逼哄哄，反正啊，尽力而为，绝不给您丢脸就是了。毕竟我是叶家，也是茅山这一带唯一的天师。说完转身向外走，叶小萌走在他身边，神采奕奕地看着他。叶少阳笑道，是我得到宝贝了，你怎么比我还高兴？叶小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，哦，你是我哥呀，我当然替你高兴了。少阳哥，我相信你绝对会像先祖一样了不起。叶少阳微微一笑，又走了几步，突然觉得脚下有些腻滑，低头一看，自己走过的脚印居然带着雪，心中猛然一惊，回头看去，在石像的脚下有一滩粘稠的血迹，地板上还有一些被踩出来的脚印，深深陷下去，急忙回头，蹲在血迹旁边，伸手蘸了一点，抹在一张灵符上，念动天火符，将血液燃烧，一股浓重的腥臭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